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大师。OK， 那我们先看到江湖很多人，对，很多英雄。我们跟这个三众的看一下，这个哈，有球妹子在那边呢，不错，妹子也来了。关尾冲蛮近的，他是哪根冲？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时间到了，那我们要去江湖喽，就是参加寿宴。欢迎各位武林同道并列寒舍，向英雄见过诸位。以其弟子，幸会幸会。少林寺无色大师弟子虚真，现在就是疯狂介绍人就对了。那这段大家就自己看喽。演员好像是新人，发现新出来的吧，是新武林才有的。江天雄，夜叉虫，蛮正的，真的蛮正的。吃喝嫖赌，江天雄也不是大寿，还不请我天龙文教，还共襄盛举。我是武林正道，自然会。去看一下，不是我，我叫你快滚出去！楚不容，龙啸天不在江大侠寿宴上作乱，叫我出去，休怪方某不客气。放肆！就凭你这些毛都没长齐的小鬼，敢对我夜叉叫阵！江湖失恶，把我教训他们，我遵命。夏侯子，我看你对下吧，这些人对付不了。西门主，你可别妨碍到我们。阁下功夫不错，不过还是信我方云华一筹。太小看我方云华，可是会倒大霉的哦。太小看我方云华，可是会倒大霉的哦。小子，你还有的学呢，你这种弱鸡还想跟我斗？酒拢干来，饮白会使饮烫海。咱们来对赌吧，赌注就是你的命。小子，看你这么粉嫩，肯定什么都赌。东西西界喝酒别上，你要敢为什么我的肚子总是填不饱？我他妈宰了你！真的好笑。法定地震。哦。这一招。
得无胜正，自古皆然。即便仅仅占便宜得利，赔不了多久，魔教多行不义。这样被我惹了名声当中，因为大眼会谈的小鬼让我看到多少惊讶。大师兄，拉住你，等很久了，好好教训这群狂妄自大的家伙。门柱会死的。哎，我靠！搞不到啊！糟糕！Yeah!
教养里就有我教养慧慧你吧。你这个没兴趣呢，可以像一个无聊男子，跟我说走。白月七雪，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好短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收看啦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到玉博的频道订阅。那也靠粉丝帮我按个赞，那也追踪随时最新的消息。OK， 谢谢大家收看啦，再见，拜拜。